就祝大家乔迁之喜吧啊，吃好吃好那什么，我真的是。家人们，水哥安人社交直接演我。哎呀，我真的，这是一个忘情水吗？是村民在乔迁之喜，我的脚趾头也抠出了32厅。哦哦哦。和大家一起做饭时，孩子都抢着干活，对于我而言，我又是属于激流勇退的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嗑个萝卜花。但这依然不影响他端水发言。你喜欢哪一个？那个水哥。我喜欢正的。